当初回来接这个行业的时候，老的和少年的意见不一定会合，咱看到成果以后，呵呵，他率先回来做。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爸爸水灾，一暝的时间、两暝的时间，整个鱼仔就无去啊。迄当损失超额超过1000万。当你看到这个工人甲你讹了一句“头家赞哦，今年就赚钱哦”，咱就感觉足欢喜。咱省的沙白鱼，嘉义才占10%，台南佫占有它40%，其他就是高雄、甲屏东，佮其他所在占它40%。阮遮嘉义来讲的话，以热天到冬至前这段时间，是咱上大的产量。冬至过，就要刷去伫高雄到清明，所以沙白鱼一年四季，大家拢有沙白鱼通食。咱要抓沙白鱼之前，一定要用竹筏机啊来做弄鱼的这个动作。弄鱼就是要让沙白鱼着生囝，生囝了，伊会家己的排泄物排好清气。这尾鱼啊，伊的肉质也好，鲜度也好，就会较好。沙白鱼若弄有清气的话，伊的肠啊多，也会当使用。你若弄无清气，尤其这个热天，弄无清气的时阵，伊不断会发热，迄肉会变无新鲜，会当那就臭鱼。这些物件就袂当食啊！这是阮爱重要、爱注意的所在。我叫刘立伦，今年40岁，从事这个沙白鱼产业已经14冬啊。我是正正刚刚的布袋人。当初会接触这个产业，是因为我的阿公。我的阿公因为身体无好，爱我回来接这个产业，因为我嘛想讲这个产业。伊阿公个手拍拼较久啊，要来个放弃，真无彩，所以我就坚持回来接这个产业。当初回来接这个行业的时阵，碰到一挂困难，老的和少年的意见无一定会合，因为咱是要拼产量，咱必须要用到搁较科学个方式来测量，比如讲咱的水，算咱的饲料量，还是用咱的益生菌来养殖。但是老的因的想法，我就安尼饲就好。有啥物南南遐有诶无诶，南内也无一定较好。第二，足侪前辈甲咱讲，哈，一个囡仔也未读一科诶，是要啷饲啥鱼啊？等伊，包包等伊。咱感觉做失志，但是咱无放弃。我利用这段时间来去甲伊大学读水产诶硕士，即个老伙仔，即个前辈甲咱讲，吼吼，少年诶，即支诶，咱有成就。咱有成绩，咱就当做人看。因为咱的砖头来讲，足侪渔民拢上50-60岁以上，有诶做也无气力，啊囡仔毋当来做，逐工伫遐，哈吼，对心肝哦，阮囝毋做哦。我来讲吼，恁就是拢无想到方式，若想到较好诶方式，有利润，恁囝就嘛当来做嘛。伊就甲我讲，少年诶，啊无你有啥物方式？我甲伊讲，你也无可能做到80岁，咱就要慢慢仔改，改一寡会当主动化诶，咱就用主动化。因就较看我，当然因诶少年诶，要倒来做即个工课，因就较有意愿。渐渐啊，渐渐啊，咱来教，咱来牵，吼吼，伊索性囝倒来做。当初我咧做工程师的时阵，我也是个想法，呵呵，我逐工坐伫冷气房，来家己顾爸，穿好水水，拍你拍你，呵呵，拜六礼拜来佚佗，安尼咪足好个，人生就是安尼。热天爱注意水质的变化、气候的变化，是毋是有风台，即个状况气候足重要个。到寒天的时阵，咱的风声
是不是会落来啊？气温会当挂高几度，爱去做评估，这是饲的人上爱注意、上辛苦的所在。尤其是透早这个五点的时阵，是养殖上危险的时阵，有时阵杀白鱼要死的时阵，就是拢是透早这个时阵，因为伊空气当中的含氧量上低，水质上发变化，所以这个时阵就是阮上爱注意的时阵。有时阵啊，大热月时啊，天气较恶劣，低气压的时阵，阮就有甚至有可能规暝拢无困，一点钟爱睡一觉，因为会防止鱼啊有啥物产生变化，会骨头会死，咱一当个拍拼就无去啊。我饲这十几冬来，上大的一个印象就是，咱民国98年八月初八的八八水灾。全部的温啊，拢合作一群，所以鱼啊也唔知谁个，也唔知是走去对，到尾啊整理落，才知影讲咱的鱼啊剩偌济，一暝时间、两暝时间，规个鱼啊都无去啊。迄冬损失超过1000万，迄是我第二冬倒来做温啊，就拄着啊，哪会比生活过啊艰苦嘞？我伫这段时间来经营三小班这地，我就慢慢去研究，要让我们的鱼啊，在上清的经营之下来做加工做处理。咱用一个上低温的处理环境，保持咱鱼啊的鲜度，让鱼啊对产地到咱工厂，唔免超过五点钟，甚至一两点钟就够啊，保持鱼啊的鲜度。第二，开拓一挂新的通路，较早咱的消费，阿公阿妈就是去菜市啊买菜。即卖少年啊，哪买菜市啊买菜，拢嘛谈超级市场去买菜。所以咱尽量把这个鱼啊来用真空包装，对产地到工厂到消费者的手，短短一工就能完成，或者上市的物件。相对的，通通若拍后开，这渔民就免烦恼啊，敢毋是安尼？有时阵想想的，当你看到遐渔民面上带着笑容，迄就是上大的成就。当你看到这工人甲你讹了一句“头家赞哦，今年多赚钱哦”，咱就感觉足欢喜。但是咱永远爱比这个工人更加认真、更加打拼，因为咱知影，咱也是足侪靠家。真侪人去问我，沙白鱼这尾鱼啊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比我的厝内底人搁愈重要诶。为虾米？因为我用这尾沙白鱼来完成我的身家立业，来饲我的母仔，来饲足侪人，让足侪人家庭拢会当靠这尾鱼啊来做工过，因为咱知影。大家拢靠咱食穿，所以这个产业，咱来一定要甲维持好，让大家健健顺顺，会当永远食到这尾沙白鱼。